吧，Hello，好开看始喽。的大概就星期一的丰满。所以你们都知道怎么玩了吗？等下一进去一定被电，就看马克不会在外面绕圈。这个衣服，这衣服很帅，还会发光。好，就不能是铠甲的样子吗？一定要是布吗？你是不是有开刻字化载具之类的？他没有，没有他没有吧？所谓的刻字化载具啊。哦，然后他还有道具可以用。哦，那个就是道具啊、对，然后他有加速或和跳跃哦。哇，会道摔具。车哎、欸！不会啊，只是你停住会直接爆掉哦。停住会爆掉，我只是飞起来而已。他不会摔车吧？我记得他不会摔车。哎呦，哇塞！我、哦、靠！哇塞！屁嘞！四月是不是觉得莫名其妙？我只断旗而已就杀了个人。啊！我杀人了！直接杀人都不知耶！道，天哪！什么什么有人就这样突然就跑了？加速！哎呦，居然跳过来了！道具要怎么用哇！天啊？哪！按应用。然后碰到自己尾流会挂哦，所以要小心。反正就是碰到那道光都会挂，就是。哇！哎呦，我靠！哇塞！哎呦！哎呦！哇塞！小事哦，怎么这样哦？好难哦，什么鬼啊？我莫名其妙就让次月加了三个那个。他是看生命的啊，所以其实要赢不是要杀人，是要活着。就是尽量不要死，对别对人就对。会自己碰到别人的尾流这种概念。有够难的，天啊！干，可恶！哎，我刚用加速器的，可恶！有人在我前面自爆了？哇，这是我啊，我卡住了，然后就啊，爆了，然后停又下有来人在了，自爆卡了。住了。这喇叭是怎样？喇叭很好玩哦。杂讯呢？哇！是我的尾流，好难哦。玩完就好，我可能不会再玩第二次。我们可以换个地图玩。我已经死了。怎么这样哦，小师？好难哦。没看到前面啊！卡住了，你头盔还飞走哎、欸，看到你的点。哇，我们生命数一样哎、欸，刺激！哎，重生会换颜色哎、欸，刺激刺激！哎呦，跳走！哎呦，好难哦！我觉得这个应该要什么，可以让车子就是短暂的跳起来之类的。有有，它有一个道具啊，有一个道具。有吗？哦，那道具还没吃到。为什么每次我杀你之后都会自杀哦？真是的。这是新番吗？卡铁甲铁城的卡巴内利？没有，那不是旧的，旧的啊！哎，等等，四月到六月啊！完了，我要自杀了！哦，没好有，看吗？不好看。哼 好吧，他走11话哎。你有看过《罪恶王冠》吗？好难转啊！有啊 ，VVV 好看吗？这个王冠还可以，还不错啊。你有什么你很推荐的？我最近好无聊，没有动漫可以看。我很推荐，你也看过吧？比如说嘞，
我想一下。子越怎么自杀了？哎、欸，你怎么那么难转呢、啊？他在帮我想可以看的动漫。好、哦，我们换个地图来玩啊。他有那种没有边，就是边就是掉下去就挂掉的地图。哎呦，这个感觉不错玩。你有没有看过《东里见游记》？没有。布袋戏。布袋戏。等他。好像有看过预告、啊，印象中。那一阵子我哥很疯，然后疯大概两天就不疯了。哇，赤月，你最近转行了、哦？没有啊，因为他是那个日文配音，还有日本编剧的，日本编剧做的。日本编剧写的故事哦，还有日文配音。可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看日本画风，还有一只日本画风的哇，这是有管关的地图，这感觉就很危险啊，管子。哦，你们两个对头了！啊！哎，邪恶开 GTA 了，是我朋友，这样我们就四个人，等等要不要打抢劫 ？OK 啊。你们知道阿神最近拍了一部射击游戏，叫做《Insurgency》暴动。不知道。我买了，很好玩。它是很逼真的射击游戏，它没有很吃技术，它反而靠的是战术那种。哦、哇！哇，大脑！可恶 ！First Blood。So happy, so confused. What the fuck's going on? How can I get in? 想做什么？可恶 ！I'm so confused, man. 可恶可恶！哎、欸，我明就按道具了，为什么没有飞？嗯，它有两种啊。我拿的是一个箭头往上啊，有三种，另外一种是会让时间变慢，所有人的时间都会变慢。你在空中的时候不能按啊，你在空中按没用啊。我刚落地啦、啊，我靠，我的无条件啊，吓死了，可恶，居然留一个洞，太可恶了。我最专业的，开什么玩笑？嘿，志远，可恶，哎、欸，怎么没事？等一下啊、哦，我传讯息给那个什么我朋友。不可以挂机，我挂机，小心！嘿嘿，我要那个啦，接待26是多少钱？26936，26936。嗯？哎、欸，有了，嗨，邪恶！啊，我卡住了啊！我在玩死亡尾流。哦，这是我，我刚以为我在观战模式，87。啊！可恶！哇，志远，你这个转弯嚣张什么？真是的，给你们体验一下第三个道具。哎、欸，怎么缓速啦？这就是第三个道具。这也太缓了吧！好缓，超缓。哇！哇！暴风了、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反而没有很需要技术啊，这需要头脑，还要看地图。
是对对对，真的。喂、欸，成功跳跃，跳那么低，这有屁用啊！要靠近一点，要抓很紧啊！超破，超破！跳跃不错，好不好？还可以救你一命，没救到。哇，这也很会，很会，很会。嗨，兄弟！来！哎呀，你们好凶啊！现在我们全部都快死了、欸。对啊，对啊，这个地图比较好玩一点。哎呦，我、哦、靠，哇塞，哇哇哇，哎呦，哇嘞，我的天！哇天，赞哦！啊，这个，我在看地图啊，算了，我们决战了，还剩两一对一，是的。嘿你们是好啦都是他哇哇哎哎哎莫名其妙哇啊结束了邪恶来吧那是我朋友没有见过吗邪恶吗好像没有等我一下，我真的要他。好，来玩。要按台湾三号。这么一个人，你吃了吗？赶紧。她是个女生。真的假的？没听到刚才的声音吗？那是她的声音吗？不是电视。真的，真的像电视。Hello， 邪恶。他刚重开 RC， 他要不然我们都去大厅好了，不然我们要下来还要让那个谁，那个巡管去拉。哎、欸，我跳掉了。对，我在。我在